我今年都还没给哥哥送分呢。哎，我忘了说我要吃。你凭什么？因为我比你早过十分钟。晚上好，谢库洛的奶茶。对，我速开一个，然后一会儿就下了，因为明天要9点多起。啊？你怎么看得到我坐姿？拍得到吗？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没关系，我穿大短裤。谢冰凌的玫瑰花呀，你好，你好，晚上好。谢乌龟的荧光海，你刚睡醒？我刚去了一趟便利店，我买了个豆浆。我们不是早上直接做头，这是什么？哦，不羡慕。我一点都不羡慕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哦，确实可以说早上好。所以我今天要快速的播，然后快速的下，因为我还要洗一下脑。我在想要不要洗头了，说是。就歪就歪，哎。对。好。哇，你们是不知道，我们三楼的厕所又被尿了，我都崩溃了。明天那个什么对，还要卸妆。你不懂，我跟你讲。气死！我最爱在那个坑上厕所了。这是谁的架子？能穿着。不知道是谁。能穿着睡觉是我最。对。我气死了。那是我最喜欢上厕所的坑。我最喜欢在那个坑上厕所。我都不知道我一会儿去哪上厕所了。首先排除粉丝。不是，我说实话，我排除了一圈，我觉得没有人了呀。哦，对，你说我应该。哦，你说我明天穿去还是九号的店员穿？狼人杀，我说实话，我一天穿一个色的。我们推了一圈，除非有别的人来我们三楼上的厕所，不然我想不出还有谁。但是其实固定坑真的是我的固定坑，我没有残余，谁哪有残余？阿姨坐在蹲坑上，阿姨不在那个坑上，那个坑我不知道谁在上，很恶心，真的很恶心。我现在来的是这样，我是狼人杀来得及洗我就洗一下，来真的，而且那个马桶垫还是真真专门买的，那个夏天了换了个凉快的，他专门买的。等我洗气的摆了专属坑，倒不是专不专属坑的问题，主要他被尿，你们看到那张图了吗？就你们看到那张图了吗？真的很恶心。大半个马桶垫上都是真真，我真真梦慧还有马新宇，我们都是回来以后还没回宿舍，这会儿才回宿舍。首先，我就是进行了一个排除，别看恶心，看到了真的很恶心。这几天工作好吗？现在也挺好的，体验一下也是蛮不错的。对啊，气死我！虽然我现在今天已经吃了很多了，但我现在想吃个孜然火锅，但是我现在又没那么想吃，算了，不吃了，不要急，真的是不要急。我每次跳舞，我带着它，我不喝。我不喝咖啡，吃豆浆。这个是音乐会的串吗？这个好像是音乐会的串来着。今天的妆是在宿舍化。我明天9点要爬起来做头发，还没卸妆。主要都是大家认识的女孩子，你知道吗？我想不通是有多嫌弃呢。就这么几个女孩子。你说表面大家都穿的漂漂亮亮的，每天打扮的漂漂亮亮，看着干干净净的出去了，结果回来这个样子。我真不好说。而且她我真看不出来光鲜亮丽的外表下是这样的，戴在手上也非常非常的合适，就是你用白色的，你可以穿浅色的衣服。主要是这是第二次了，这不是第一次了，这是第二次了。我想象不出来，说实话，我一直对偶像是，虽然我就是没那么夸张的滤镜，但是我是有滤镜的。我觉得一个偶像至少不是这个样子的。真的很，我
但我现在真的破碎气哭了，他应该是现在估计应该是又气哭了，因为他又坐上去了，他有点太惨了，那真的很恶心啊。我真的想象不出来啊，我真的想象不出来，你就想象一下，就是大家这么美美的每天，你能看得出来谁会干这种事儿，谁会这个样子？你能想象谁干这个事儿？我想象不出来是谁干的这个事儿。坏了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一下，他估计是没看，玩着手机直接坐下去。我都还没看今天的联盟，让我搜一搜。一切真的，我震惊，我有点震惊，我有点，我很难想象，我很难评。对，主要我说真的，你猜你想得出来谁会干这种事儿？那谁长得都不像干这种事儿的，联盟。哦，有啊，太好了，海叶。让我看看有今天的回放吗？啊，他们应该还没走，你给小雪打。给谁？小雪。嗯，没有，搜不到。谢睡懒觉的玫瑰花呀，还没发。我可以明天看，确实看不出是吧？徒增烦恼，不行，我太生气了。我看到了，我刚说了一半天了，你没听到吗？我刚骂了一半天了，我气死。主要那个坑是我最喜欢上的那个坑，我每天在那上厕所。今天开始，我要自己上厕所。我也加到。喂，姐姐，你走了吗？我还拍立得，哎，给你们炫耀一下。给你们看，哎，就我脸比人家大一圈，我不好意思给你们看。啊，给你们炫耀一下。完了，我已经听到小雪的声音了。哎，不出，哎，我自己留着。交给你，然后之后那个没交，怎样？我不知道，然后是我们的 staff 姐姐，不要钱，对，送不送？真的，我的脸大一圈儿，在这儿呢。这儿呢？你那是干嘛？因为我才发现我食品袋没了。哦，就一个绿色的狗。哦，然后呢？然后不知道在哪儿，要不然在那个，要不然如果那个机场工业厂没有，就在那个车上。因为我怕如果那个工业厂不在了，他那个车上都是过两天我在工业厂那边已经关门了，没人在了。剧场吗？对啊，你看不到。那我的狗怎么办？你的什么狗？怎么办？那应该是我爸有雷达，因为一般情况你太危险。万一他万一因为九个都很幸运，说挺算什么呀？晚上好，北巴粉丝，对北巴粉丝最多的那个。应该是没有雷达。因为你走的时候非常的幸运，拎着包就走。不是，万一呢？如果万一怎么万一呀、啊？万一的话，你就跟苗苗说吧，你说你好像有没有车上了，让苗苗打个电话给司机，问他有没有车上有没有东西。没有的话就没有人。这都过去两天了。啊？钱的事吗？刚丢的。对呀、啊，我意思是你现在给苗苗跟苗苗说一声啊，你说能不能给车上司机打个电话，对不对 ？Hello。小雪在我对面要累死了。爱信等，让我搜索，为什么我没搜到呀？他只有单个单个的，都是单个单个的，有点小尴尬，不尴尬，他就是刚刚跟我四目相对。就是刚刚我们四目相对一整个，其实不想接，收不到，60分钟前，因为
一直让车上放东西，还要翻台车。哦。是谁的手机啊？哦，我看一眼。这个在你们那边屋的。郭海莹的。郭海莹的。那我手机呢？在这儿呢。哦。丢狗了，好像丢，好像是的。是我了，凑合看一下。我看你艾特我好几次，但是我每次我看到了，但我点不了赞。我一点就没了，一点就没了。听不清不清。什么呀？活的还能丢？活的没丢呀。他不是那个狗，是那个狗。他不是那个狗，是他的带头上的狗。我播到半我就要下，我要赶紧去洗洗睡，然后明天，哎呦，这谁的呀？什么？走走走走就是，那你去吧，你去吧，你会想我的。好的，然后明天就又能见。对，我长痘，我这两天长了几个小痘。嗯哼，这几天长，我觉得我可能吃太多了，穿最后一趴的衣服之前都松的要死，现在紧了，今天居然有点紧，好受，我真的长了好多痘。就这两天，就是昨天前天长的，就昨天前天长的，可能就是公演了，所以要长点痘。白天有，明天要那个店员，我明天9点多起来做头发，还挺，真的挺明显的，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长的。嗯，我才快乐了多久？你就是他就要把我打回原形了。我上周没有的了，都我上周没有凸出来，之前都是留的疤，但这周有了，我太难过了。让我看看我今天的脸吗？早睡，没坚持到机长啊，没事，太晚了今天，主要今天彩排彩的比较久，但是又不能不彩。谢谢瑶的猪猪，早睡好难早睡哦。我眼睛都干巴，几点醒？我打算9:30醒。哇，我跟李四号前面还怪齐的，然后做了一个轮拍，好牛！刷点一过就感觉兴奋啊，那得快点回去睡觉。对，今天真的，今天有点久。维修真的那个座位真不行。我发现那个他今天冷餐那个格局看舞台我还挺高级的。哇，今天大场面我都激动的我都跳错了，好多人夸我好看。你们看到那个什么了吗？我的废墟纪元，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说就是9号位，但是像16号位那个。对，是前辈，不是超位，对，不是超位，不建议做。确实是吧，一个像十，一个比16号位还烂的位置，就是全程在4.5，四线，全程在四线，在最左边和最右边的最后一排，真的很偏那一个。以为到我了，没有，我就是分词都是站在旁边的那种，就是9和10站中间，11站中间那种。对，后小路后面人开车。对，这个我当时排的时候，我是16号位嘛，但是只跳一场，所以我就没有纠结这个，可以随便跳错。那其实也没有跳太错，咋了？我说
我说给你们看那个，给你们，我说你们看我今天的废墟纪元那个站位真的很烂，叫小，因为我看前面就是我跟着前面的人跳，说跳反，他跳反了，然后我也跳反。我今天还怪好看，大个镜头吗？我还没看，我就暂时目前只看了那个猎梦。我说实话，我今天特别慌，我今天慌的要死，因为这不算，这哪算？我慌的要死，因为我就是昨天在新生考核前，然后我把李骚叫下去教了我一下，呵呵，二号位。然后我俩今天彩排的时候，他肌肉记忆唱了二号位的分词，然后我就是我条件反射，我觉得一号位唱完就应该是二号位，然后我唱了，然后就是他，就是我俩刚好做反的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，就很搞笑，但最后没有错。但我特别搞笑，我下台不是他们要下台拍一圈，然后我跑下去的那一瞬间脚滑了，我没有摔个大马趴，就我真的很感恩，我自己站起来了。我脚滑了一下，真的很搞笑，我不知道有能不能看出来，我希望不要被看出来。先大哥我还没有来得及看，我刚回来，还有心事有啊，有好多呢。脚滑，我脚炸，摔了就有点搞笑了。我脚滑，那个鞋滑了，真的摔了，我丢大人，猪猪丢大人。谁骂我啊？我今天打了好多喷嚏。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不是，是那个鞋滑，那个鞋真的很滑，而且我之前就是贴了防滑贴，然后那什么，然后防滑贴掉了。没感冒，我好着呢。很多人想我了，好的，那就是很多人想我了。我每次跳猎梦，我嘴都是特别想数拍子，我都努力控制我的嘴。我每次跳猎梦，我都，尤其这段，这段。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笑死了，我真的这个歌不数拍子，我就不会跳了。对，这个歌是这样的，这么久从这个一个小时，你可以问问他。主要我觉得也不会有人，明天来的应该都是前辈，找前辈聊天的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没有。你可以问问他。什么意思？不让你？哎，三个小时呢？怎么你也想承包一个小时？你也想聊一个小时？好的，明天不来了。你最好是。哦。不可能，我跟你说。还真的逗蛮明显的，不可能。羡慕呵呵，你羡慕啥？我来给你们看看，我要再炫耀一遍，你们应该羡慕这个。你们应该羡慕这个。来，夹一点，夹不出来一点，太假了，太虚伪了。你也有，你凭什么有？我没花钱，你还是得羡慕我，我没花钱。
十分钟前喝过了，不，他在我后边喝的，我先喝的，我先喝的，我喝完了他才喝的，我是第二个喝的，是，你也有，我你们跟我的不一样，不那不一样，你有钱，你了不起，第一个是我帮李四奥拍的，因为我是用的他的拍立得。我找他借的拍立得啊，你只那你都羡慕。我太快乐了，我本来我刚还加上了那个，我还加上了微信呢，我都没签，不用，我手上还有，我手机里还有合照呢。哇，我今天看见前辈他们都有腹肌，我的天哪。对，我这个照片有两个美，一个不太美的和一个超级美。我是脸那么大的，人家是脸那么小。哦，哎，你去吧。哦，哇，不，他们全都很明显，他们都有。我看他们读信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看，哇，腹肌，哇，腹肌，哇。练不了一点。我今天裙子都大了。不，我脸是真的比他大一圈，是真的。他脸真太小了，30了，等我看完联盟。还来了好多前辈，我 P 的始终是假的，我画一个。哎，你们知道我面试的时候给自己画了一个马甲线的事情吗？我这算赢吗？我一败涂地。我面试的时候，我面试的时候那个衣服有点露腰，然后我给自己画了马甲线。我给自己画了马甲线。其实包括现在有些时候我也会给自己画一下锁骨了，但今天懒得画，今天没画。有些时候我想得起来的话，我还会给自己画一点锁骨。我不要，他们老难教了，我不要。我听郭海英说过了，他现在都不干了，他现在都不教了。他跟姐姐说了，他不教了。31，哦，我说等我看完《猎梦》来着，等我看完啊。今天这种情况，但我今天没画。然后姐姐说我的衣服掉了，我说已经勒成那，我说他说怎么没固定一下，我说因为这个衣服已经勒的把我肉都勒的那什么了，就是我的肉都堆在这已经很勒了，所以我觉得不用别了。因为这个衣服真的很紧，我就是第一次穿它的时候还很松，第二次有一点紧，第三次就是今天差点没穿上。我真的每天有在认真喂猪呢，有在认真在喂猪。衣服缩水，不能是我胖了吗？今天那个麦好高哦。都膨胀了。我真的胖了。哦，哎，看不出来，我差点滑一跤，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，我脚滑了。我确实胖了，我今天吃好多，我刚刚差点没忍住吃个自热火锅，还好忍住了。现在没有吃，我打算赶紧去睡觉。我打算赶紧去睡觉，这样我就不会吃饭了。让我喝一个这个，让我喝点健康，我买了好多健康的东西。我好啊，我丑过也胖过，我本来想自信的说我虽然胖过但我没丑过，但想了一下好像也丑。我试一下，我试了一下，但我不能吃了。
不，我不要，无所谓，我会给自己下点药。这还好，明天下班还不算晚，明天可以补觉，而且如果没有人来找我的话，我就可以睡觉。没关系，我后天跳鱼。我后天 You 只能渐渐忘记，到我需要的时候我自然会瘦下来的。你看我的重要时刻什么时候瘦，什么时候胖过，对吧？最好是，是的，那当然是，对，是吧？好吧，圣诞的时候稍微有一点，但也还好，也没有特别，也没有特别。晚上好，我差不多，那我40下吧，多穿。不行不行，不可以。西梅汁，超级好喝的西梅汁，对，延迟十分钟。我喝的西梅汁呀。这次不吃了，我回去就要睡了。这西梅汁很好喝，它虽然说是那什么，但是他们喝了好像会穿，我不会。而且我觉得好喝，我和王思义不仅不穿，我俩还觉得很好喝。刚去买的，我刚去便利店买的，我已经好久没喝了，因为它有点好喝。我在梦里吃自热火锅，真的。我自热火锅我都拿出来了，后来想了一下，没有吃。我还买了一个这个，这个东西看上去好健康，感觉喝了能瘦死。便利店，我买了两趟了，我去了两趟，看上去很难喝，不一定，万一它又很好喝呢？我觉得这些东西，就是它能给人意外的惊喜，尤其是在配火锅的时候。看上去很健康，对吧？怎么你想喝？你想尝尝我的西梅汁？我不给你们推荐，不然你们说我就毒杀你们，骗你们吃减肥东西，骗你们吃减肥，吃减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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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饮料。我怕你，但我其实真不穿，我喝这玩意儿，但他们很会穿，我你悠着点。看起来没食欲，这个还是很有食欲的吧？我觉得它配火锅肯定很香，很适合配火锅。我让彩虹汤陪我一起穿，我不敢穿了。我现在那厕所都脏了，我不敢穿了，那厕所太脏了，我都没有地方上厕所了。这也能食欲？对，你看着它，你不觉得它适合配个火锅？想增肥，分你，我给你10斤，然后我就能达到我的目标。对，西梅本来就主要它还叫大餐救星。我在便利店买的，油柑，我也觉得其实是好喝。我记得我之前吃火锅的时候就喝那个什么油柑，还怪好喝的，配火锅真的很好。朱红蓉真的酵素，很少吃那玩意儿。之前减肥减狠了的时候吃过，现在不怎么吃了，伤胃。上班图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，我那还有点肿呢。我读配料表，给你们读一下配料表：西梅浓缩汁、山梨糖醇聚葡萄糖益生元浓缩液。低聚果糖、水苏糖啊，好多糖呀！苹果酸、柠檬酸、柠檬酸钠、山梨酸钾。建议每日1到2次。我也觉得，拍了一张还没，不聪明，你不聪明，你笨笨。大哥说没化妆不让拍。
我化妆了呀，我都化好了。我现在化妆速度真的很快，我起的还比那个，我起的还比珍珍晚。然后我已经化完了，珍珍还没化完，嘿嘿，我比她晚起一个小时。应该说我化妆比她晚一个小时。哇，我今天猎梦好好看。为啥那么快？什么那么快？今天直播吗？因为我明天还要早起，明天还要早起。真美，朦胧的美。你不懂，就是这样才是最美的，其实。我明天比他们好一点。哥哥8:50要起来，我9:50才起呢。拜拜拜拜，让你看看什么？我的废墟纪元吗？你看不到，我估计我应该没什么镜头，因为我一直都在两边的最角落。也不用，就是这一套衣服我挂在那被人拿走了，我真服了。哪个老六拿我衣服？谢冰年的牌，谢默默的牌，谢 TTR 的牌。快下线，晚安晚安，拜拜。好，对，有录播了，我在看了。谢谢康康的牌，谢谢卖报纸的牌，谢谢13的牌，谢谢 C 哥的牌，拜拜拜拜，晚安，明天后天见。我应该4点前能睡，别叫你名，我就叫。拜拜拜拜拜拜，晚安。还回得去吗？刀光剑影。再见，拜拜。